足球作为世界第一运动，无疑是助推国家“一带一路”战略构想的重要体育载体。2019与军运同行湖大立鼎伟业杯国际足球节的举办，旨在以足球为平台，文化交流为桥梁，为中国青少年足球搭建高水平国际赛事，同时也是为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在武汉的成功举办加油助力。国际足球文化节由湖北大学武汉市体育局主办，湖北省迪奥体育发展有限公司、北京立鼎伟业国际体育发展有限公司、北京星耀五洲国际体育发展有限公司共同承办。赛事历时8天，参赛队伍来自全国56个城市以及塞尔维亚和日本，共149支代表队参赛，参赛总人数超过2000人。CCTV 5、旅游卫视、足球频道、湖北电视台、新浪体育等近100家媒体先后对赛事进行专题报道。赛事共598场比赛，全部实现同步视频直播，观看人数超过150万人次。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，湖北武汉凭借其浓郁的地域特色及优势，首批入选中国优秀旅游城市。在经济发展方面，武汉也是近代中国重要的经济中心，被誉为东方芝加哥。这一次武汉通过与军运同行湖大立鼎伟业杯这项赛事，向世界展示它亮丽的城市名片。